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咁呢節咧，我哋討論一個非常之深嘅科學問題啊，就係生命同埋非生命之間有冇一道橋梁咧？即係咁講啦，佢有冇一個好延綿嘅過程，或者一個好順滑嘅一個連續過程，係令到我哋睇到佢由點樣由簡單嘅嘢，慢慢累積變成一啲有生命嘅嘢咧，咁樣嚇。因為咧，其實呢個問題完完全全就係我哋諗演化同埋生命起源嘅問題。我哋知道地球起初係冇生命，又冇後來變，點解變到有呢？第一批嘅我哋認定係生命嘅物質係乜嘢嘢嚟嘅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喺度，但係你始終你要解釋到點樣由零變到一嗰個過程，往往係最困難嘅咁即係話咧，嗰個演化呢樣嘢。同本身成個地球物理學上面嘅，其實似乎應該係有一種關係喺裏面。你我哋係咪有能力去透過認識地球上嘅物理，了解生化反應，從而了解成個生命點樣由冇變有嘅呢個咁嘅故事咧？咁所以咧，即係作為讀物理學嘅人或者讀生物學嘅人咧，都會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咧，都幾即係幾似乎幾合理嘅一個進路。嚟去思考生命起源嘅問題咯。但係呢個問題咁難解決，我哋應該用一個咩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一路就冇乜橋嘅，即係你發覺啲人講生命起源咯，由簡單嘢慢慢變複雜嘢咯。開頭就由簡單嘅原子變做複雜嘅分子咯，跟住就變成有咗有機分子，啲有機分子自己再砌砌下變成複雜啲嘅嘢咯。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似好主流嘅一個方法，即係一個咁嘅諗法。你其實都係一種理論嚟嘅，但有冇人真係驗證到咁樣係 work 嘅咧？其實未有人見到，亦都冇人做到實驗。但是我哋一路就好多證據嘗試搜集，就係慢慢去印證呢樣嘢。譬如話喺一啲天文嘅觀測裏面咧，我哋其實而家已經發覺好容易喺星際嘅塵埃度好多有機化合物嘅，即係呢啲有機化合物唔使等到形成地球先整咗出嚟嘅，喺地球未形成嘅時候，本身已經有一堆喺度，即係地球本身有就已經有一堆我哋認定嘅有機化合物。呢啲嘢可能係最後可以再砌複雜啲，就形成到 RNA。即係甚至係形成個 DNA 嚇，咁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喺幾個禮拜前我哋講，由嗰個小行星攞翻嚟嗰啲樣本咧，嗱其實咧有兩個嘅研究嘅，一個係由日本飛鳥計劃嚇攞翻嚟嘅嗰個小行星嘅樣本，另外咧美國又有佢嘅計劃，就攞另外一個小行星嘅樣本。美國嗰個樣本咧，而家開緊箱，而且相信就係我諗咧，我估緊咧下一集下個禮拜嘅科學新知咧，我諗應該需要去同大家報道下嘅，咁我會再跟進。咁喺日本佢哋早排去開箱去揾到嗰個嘅小行星樣本入邊咧，係發現到有一啲嘅物質係可以已經準備再砌一砌就可以形成 RNA 嘅。咁所以喺呢個生命演化過程，你唔好理佢喺嗰個行星未形成嘅階段，抑或係形成嘅階段之後，佢總係有一個咧相遇組成更加複合嘅過程嘅。咁即係呢樣嘢，既然係發生緊，我哋有冇一個好好嘅理論？那個理論唔係就咁用口噏嘅，係有數計嘅，係可以幫我組成一個模型嘅理論嚟砌出嚟咧。原來一路我哋冇乜一個好偉大嘅理論嚟去幫我哋去好量化地講生命起源嘅問題嘅。咁但係原來呢個禮拜咧就有啦。嗱咁我自己就覺得好勁嘅，因為我自己你話咧做科學咧，你話我要介紹一啲科學家嘅故事，你唔好理係咪愛因斯坦呢啲都好，我哋就成日諗有一個人。他想到很厲害的理論影響世界，一些很大的東西就由那三幾個人就想得出來了。你說牛頓，說愛因斯坦，你就想到差不多整個相對論 的這個想法，絕大部分就由愛因斯坦去統合回來了。牛頓也有這樣的往績，是不是？但是到越是現代的社會，你會發覺越難去有些很偉大，好像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個原來有很偉大的創建來給一個很大的理論，你會發覺很難。但是今次呢，我發覺剛這個星期由那個自然期刊刊登的一個叫 Assemble Theory，
中文連呢個翻譯都未出現嘅，正式嘅官方翻譯應該叫咩咧？係叫 assembly， 你就可以諗到組合啦、集會啦，係咪 ？assembly theory 呢套咁嘅叫做組合理論，佢係似乎俾咗條方程式，俾咗成個量化嘅 picture 出嚟，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呢啲生命咧點樣由零去到一。同埋點樣界定乜嘢為之簡單嘅生命，乜嘢為之複雜嘅生命，而且將佢嗰個簡單複雜嗰個程度，可以俾一個非常之嚴謹嘅量化嘅數字方式嚟話俾我聽，一個生物究竟有幾咁複雜，一個或者一個比較複合嘅化合物，去幾接近一個最後嘅生命，就似乎而家有一個叫 assembly theory 出嚟嘅嘢咧，就幫我哋嘗試描述啦。咁啊，睇落去就相當之深啦嚇，即係第一句我已經跪低咗啦。就係佢講到就係呢個係一個，我唔知我有冇睇錯添，係一個 NP 嘅 hard problem。其實呢個係咩嚟嘅？嗱，我就避開呢啲問題啦。即係你話如果嗰啲咁嘅好用數學上個觀點嚟去睇呢啲嘢，我就嘗試解釋一下。即係你阿台長，你應該掹咗出嚟嘅嗰幅圖啊。咁你發覺就即係幅圖就即係好大約地睇到有一啲好簡單紅色藍色嘅單元，隨住佢呢自己同自己去自己同自己嘅 copy 去組合去 pair up， 或者係同另外一樣簡單嘢去 pair up， 去組成一啲高一個階段嘅複雜嘅嘢。咁然後就係呢啲複雜啲嘅嘢咧，就再同其他簡單啲或者係一樣同 level 咁複雜嘅嘢再組合，就形成再上一級更複雜嘅嘢。咁你會發覺呢個過程，如果你熟化學嘅話咧，一樣有啲咁樣嘅進路嘅，就係一啲簡單嘅化合物點樣慢慢可以砌成一啲更加複雜嘅化合物咧。即係其實如果講你話有機化學入邊咧，其中一個好中意討論嘅問題就係點樣由一種嘅化合物，去加一啲中間嘅添加劑，令到佢慢慢變成一啲另外更複雜、更多有唔同 functional group 嘅，即係呢啲咁嘅複合嘅化合物。咁呢個都牽涉到由如何由簡單變成複雜嘅。如果喺大自然界入邊，其實一樣係進行咗好多呢啲咁嘅過程嚇。呢啲過程係可以發生喺一啲行雷閃電嘅情況啦，亦都可以發生喺嗰啲海底嘅熱泉啦，即係話係一啲譬如話係好有地活躍嘅地殼運動嘅一啲海床嗰度，咁就有一啲好強嘅水嘅對流，咁亦都係造就咗好多咧唔同大小、唔同複雜程度嘅化合物去互相碰撞、互相化合嘅過程。咁一個嘅地方佢能夠演化到可以好，即係如果佢嗰啲唔同分子相遇嘅，或者去大家度糖水滾糖漁勾得越嚟越耐嘅時候咧，我哋就預期佢就有啲越係複雜嘅大型化合分子，咁然後佢就更加接近最後咧生命所需嘅嘢嚇。咁於是乎咧，而家就咁嘅喺呢套理論入邊咧，佢就 define 咗乜嘢為之係 level one 第一階段嘅簡單化合物，然後當佢自己同自己組成一個新嘅分子嘅時候咧，就提升咗個 level。然之後佢如果再遇到其他相似或者低階啲嘅化合物再上去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定義到咧，佢係究竟係第三個 level、第四個 level 定係去到幾多 level 咧咁。咁原來咧，以我哋化學嘅認識同埋佢呢個咁嘅數學理論嘅基礎嚟去建構嘅話咧，如果係真真正正咧由 level zero 開始，或者 level one 嚇，由 level one 開始，一路去到最後係一個已經係足夠形成咗生命體嘅嘢咧，係要起碼係需要到15個 level 嚇。咁佢就由此就係用一個數學嘅理論，背後佢有公式嘅，就界定到點樣乜嘢為之 level one， 乜嘢為之 level 15。由 level one 跳去 level 二或者跳去其他 level， 佢嘅機率係幾多咧？點樣受制咧？就佢好受制於喺佢個周圍環境入邊，邊一其他 level 嘅分子嘅濃度高低就會貢獻到啦。即係譬如話，我想由 level 13上到 level 14嘅，咁如果你淨係俾一啲好多 level one 嘅嘢去圍住，佢好難會砌到個 level 14、15嘅嘢出嚟。但係如果你周圍係好多其他差唔多 level 或者 level 就係低少少嘅一啲複合化合物嘅時候咧，佢就更加容易去進化到下一個 level 啦。嚇，即係話咧，由翻佢自己你定義到每一個嘅 level，
同埋你要再比佢周圍唔同 level 嘅嘢嘅濃度咧，你就見到佢咧可以去進步得幾快。咁即係話咧，佢可以提供咗一個既圖像化、既數學化嘅基礎咧，嚟幫我哋去重新去演示一下成個生命點樣由冇變做有嘅一個咁嘅過程咯。咁但係我睇幅圖，我哋可唔可以講話？去到邊一個層嘅邊一層生命開始咧？嗱喺呢度嚟講咧，佢有講咧就係以佢嘅定義嚟講，去到 level 15左右咧，就係叫做為之生命嘅開始噶啦嚇。咁但係你話詳細佢個 level 15嗰度喺化學上、生化上發生咩事咧？咁呢度咧我就冇去仔細去睇嚇。但係佢應該係需要定義咗幾個條件嘅，就係嗰啲嘢係已經係出到一啲能夠自我複製嘅一啲嘅化合物。咁你可能直接諗緊就係啲DNA 嘅呢啲嘢咯，嚇，即係你點樣由冇嘢可以砌到個 DNA， 甚至乎將適當嘅嗰啲酵素都砌埋出嚟，咁於是乎就可以 trigger 到嗰種自我複製嘅過程啦，或者就係所有準備喺牽涉到新陳代謝入邊過程嘅所有嘅呢啲咁嘅複合嘅生化嘅要素，全部齊備曬啦，嚇。咁呢個就係可以就容許即係生命出嚟嘅過程咧，咁嗰個為之就係去到即係 level 15嘅嗰堆咁樣嘅嘢啦嚇。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我哋可唔可以界定係有生命跡象嘅？唔係一定生命，有生命跡象嘅係應該以呢個自我複製能力作為一個指標。會係其中一種啦嚇，即係自我複製啦，而呢種自我複製最後可唔可以維持到一種平衡啦？即係所以我哋唔係淨係講複製嘅。我哋仲要講埋有冇一個即係叫做新陳代謝系統嚇，而係維持咗個動態平衡喺背後，即係你有冇能力去有樣嘢出嚟，有足夠嘅材料去同你砌一個動態平衡嘅嘢喺度咧。而最後當然可能你有咁嘅材料，最後炒唔炒到個動態平衡嘅嗰碟餸咧，咁當然又另外一個嘅故事啦嚇咁。咁喺呢個理論入邊咧，總之即係我覺得最大嘅價值係咩咧？佢係由一個數學嘅手段，運用一個物理學、化學嘅 insight 嚟去了解生命，即係話生物學嘅呢個咁嘅起源嘅問題。如果呢個模型啊能夠係成功，即係去建構咗出嚟嘅話咧，去幫我哋解釋嗰啲過去發生嘅事咧，咁其實我覺得又另外一個階段啦。因為你建立任何數學模型，你譬如起嗰啲天氣模型啊，或者係氣候模型都好，你條式寫咗出嚟，你砌咗堆方程式出嚟。寫咗個電腦 program 出嚟，佢哋有解釋能力先得噶嘛？佢個解釋能力體現於乜啊？就係佢能唔能夠將我哋現有嘅數據都全部合理解釋到出嚟咯？咁即係話咧，你點樣去校正你嗰個嘅模型，同埋同你見到嘅嗰堆咁嘅數據去融合到咧？咁我就覺得係下一步需要做嘅階段。如果連呢步階段嘅成功咧？我就覺得犀利啦！犀利在乜咧？喺呢個文章報導都有講嘅，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就可能就首先就會建立到一套高度量化嘅模型，過去就可能解釋到生命嘅起源，而係佢仲有一個一定程度對未來嘅預測能力，即係話呢啲更加複雜，去到 level 15，再複雜地再進一步演化出嚟嘅，會係一堆乜嘢嘢嘅咧？甚至乎在整個演化圖像，我們將它放在對於現在這種生命，它之後是會怎樣向哪個方向演化，如即隨著我設定的不同的條件，它會給到我怎樣去演化下去呢？我覺得呢，由這個的叫做 Assembly Theory 呢，似乎就給到一個大有可為的方向，去告訴人可以怎樣 去想下去咯。所以呢，我都覺得似乎大概就是因為呢，那些在自然期刊那班這樣的編輯呢，他們都看到這一套理論的潛能可能是非常之大，而且他能夠解釋那套生命起源，用物理學角度去解釋生命起源呢，似乎那個 framework 呢是從來未見過個架構這麼大的東西，所以呢就將它放在自然期刊上刊登。咁我自己就好期待，就係呢一套理論，而家睇落咧，即係以一個讀開數學、讀開物理嘅人，我覺得非常仲係好簡潔嘅階段。咁如果我能夠再引入多啲新嘅其他嘅 features 落去嘅話咧，就我期待佢嗰個解釋能力同埋預測能力就會越嚟越高咯。
咁如果有呢套咁嘅計算方法，我哋可唔可以用嚟引證其他嘅宇宙入邊某一個部分，佢發生生命嗰個可能性有幾高？嗱，呢個亦都係呢幾位嘅發起人，即係呢幾位作者本身希望解決嘅問題嘅，就係話我如果去到求其一個外星度觀察，透過度佢上面求其嘅一啲嘅土壤嚟去睇下佢嗰啲化學成分係點樣。如果我哋已經睇到有一啲好複雜、好複雜嘅化學分子已經出咗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個好數字化嘅方法嚟去講呢一個咁嘅行星，呢個新嘅外星，佢距離正式孕育生命有幾遠咧？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嘅即係數字嚟去定義呢樣嘢啦。即係我哋。即所以就話啦，我哋係似乎能夠將呢個演化嘅問題咧，唔係純粹由一個質咁嘅性質嚟討論，我哋似乎可以有一個量化理論嚟去討論啦。就似乎就由呢個 assembly theory 咧，就開始有個咁嘅理論框架啦。嗯，咁啊，呢一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好。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哋相信内容有价，而你哋嘅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哋喺 YouTube 频道上面嘅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同埋揿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